年轻的肚子收回去一点。好坏哦，折枪。夹紧，上膛，用力。No， 夹着，用力。哎，上膛。No， 要上肩窝，脖子往前伸，我帮你调整哦，来。哎，很好。有没有看到平的时候的肩？看到最近我们手肘就勾着扳机了，勾着。打了两次肚子了，然后到木棍下来看一下。OK， 打左边那只，打到都有击中哈，还可以。但是你的手就崩掉了，手记得要回来一点，在这里就好。枪往右侧 ，no， 换子弹，往右侧推，往右侧打。嘿嘿，我也有闪开。老飞行宝，记得我们用腰部稳定，不需要换，底肩窝脖子伸。左手不要那么用力吗？来，放松，往外，这样就不会用力了。来，我们跟我打一次哈，来，我们去找到他来。好，来 ，Go。慢慢来，还没找到，准心去接触他再打。好，要移动你的腰，慢慢移动，跟我移动来 ，Go。很接近了，那你为什么任务一下要先往那边去？因为我看到他往这边飞。不要急，不要急。打枪很简单，跟什么有关系？跟什么有关系？跟什么有关系？啊？打枪很简单，跟什么有关系？你说智商吗？我你讲的，你坏哦！我被打了。我们慢慢开始，我们再做一个动作，用手会拉枪，手掌打开，全开。来，我跟你打，再打哈，来 ，Go。慢了，开慢了，你多看两次啊，不要多看，来 ，Go。有了。你们觉得很奇怪，我怎么知道你看几次都知道？嗯，你动作重要，相信眼睛比较重要。脖子往前延伸，贴紧，手不碰，这个拇指一碰就拉开，整个撑开，稳定的去找到他在打，不怕这样 ，Go。哎，就是这样子哦，来。没事了 ，Go。这样稳定找到就可以了哦。他会在附近，就上一点点。我差不多抓到要领。抓到要领，好来，胡子不碰来 ，Go。不要打，不要打，破掉了哈，来，来 ，Go。脸没有贴紧，左手不要用力，用腰动哈，来 ，Go。啊，找到就打到了、哦。下一位，下一位，哎，时刻了，下课了，这么快。